那可是一会儿一旦战争结束或者炮火停了，不得集体攻山吗？等战斗打响了，你就会看到你的很多担心是多余的。但愿如此吧。快快点，快等一等，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还有哪种？我们得把重机枪抬到对面的山梁上。我的命令是坚守侧翼，没有得到坚守后面的任务。可是山梁上没有重机枪，一会儿打起来了，领导连队推到对面的山梁，你让我们大当家的怎么顶？那我不管，我必须坚守我的命令。黑秀，赶快给我大当家的没有重武器往山上运。김민은부다요거기타있으니하래잠깐멍신구야살마지막부다이세시战斗就解决了，我好像啥也不会似的呢。你看，你的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现在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个真正的军人差距有多大。那我以前学那些东西，会那些东西，那就啥也用不上了。看到这样战斗的场面，你应该清楚了。从前土匪的雕虫小技，遇到正规部队，精良的战备和有效的战术，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可不是吗？看，何本带领他的部队就要攻上山头。他们占领阵地之后，还会有一点局部的战斗。
都没有侦查到。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刚才只观察山下了，山上的事我根本没看呢。看山上的部队，据他们的火力配置，应该是一个正规军的加强营的兵力。这不可能吧？好，崩死他狗日！走，你是土炮吗？是啊，通知你们的部队，记住密林的有地地形，展开防御，防止重岛联军的突围。我这可没中家伙，我们山上可都是牌子枪，抬过来。咋办啊？他们居高临下，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是平地作战，没有重武器，随时都可能被重岛联军撕开个口子。那你们的队伍也来了吗？我们有两个连同时下来的，那就妥了。机枪准备。弟兄们，现在该我们大黑山的子弟大显身手了。